谢谢谢谢，台湾也加油。那我们接下来带来一首歌啊，其实八月一号在南台湾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。那其实我们 在这边也希望借由这个机会可以帮他们祈福，用接下来这首歌。那希望高雄的朋友们坚强，然后我们尽早走出伤痛。下一首歌我安排了。希望高雄的朋友们就是能加油，真的。